伫咧关庆活动开始进行，大家向赵天君财神爷来拜拜祈福。了庙宇的工作人员，烧金纸为车辆过火求平安。草屯敦福宫的主委李应钦，甲代表性的首饰来交予草屯分局长李建广进行关庆的仪式。祈福嘛来回送感谢状，为了回馈社会。敦福宫指出，这是对民众好的代志，伊拢真愿意来做，所以这边协助警方来增加新的装备，将老旧的车辆来换掉。啊，没有新的车辆，实在讲要追这些歹徒也是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听到，如果我们就说没有问题，我们敦福宫就见证一步啊。啊，只要能够对我们百姓有帮助的。啊，对辖区内的居民有帮助。草屯分局嘛指出，敦福宫一直很正大的支持，过去嘛捌来关过电脑，双方有正好的互动，在民间资源的协助之下，会来发挥上大上好的效益。敦福宫这个赵天君财神爷这庇佑地方的善意吼，能够传达到这每个地方。那我们今天也在执勤前吼，特别将这部新的巡逻车吼。在敦和宫举行一个过火的仪式吼，希望同仁个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吼能够平平安安，那也希望这个地方吼这个草屯这个地区吼能够这个社会能够平安吼。规个关庆的仪式，在大家拢真重视之下顺利来完成，双方用各自的方式为社会治安来打拼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